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秀。这种是那种北欧神话里那种国王，就是西域的那种皇后。他是好多东西，他拥有72种身份。孙悟空，我喜欢路边烤羊肉串。别，撒点。可以啊，对吧？别看走路一个帽衫，过去一带直接上来就开始讲。但是对于女人，我必须回去工作，做啥子？要拍杂志的。嗯，对啊。你那，我们是一天拍的嘛？我很早，因为我要走，所以说我也是拍完了我就上飞机走了。不停的吃，这个是薯片里面最好吃的。对，啊，算给你们留一个吧。吃，谁不吃？